赞成的有9席哈，反对25席哈。十五保育条例退回县政府。苗栗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议会二读表决结果退回县政府，这时外头的保育团体焦急的在外高声疾呼喊口号：积极守护，积极守护。9票同意，25票不同意，全案遭到退回。结果出炉，引发各界议论，主要是反对车厂开发案，担心造成石虎栖息保育草案遭到退回。天团五月天成员怪兽在脸书页面po文，希望大家一起守护环境，也为了未来的子孙与自己，石虎拜托大家了。吸引2.7万人按赞，转贴后连署人数更从21万人迅速窜升到39万。不可以叫我。另外，演员吴康仁也在脸书上分享贴文，虽然没有多说，只写下这是我对这件事的选择，更希望大家多多分享。为了保育仅存500只的石虎，动保团体极力奔走。五月天怪兽和其他演艺圈艺人登高一呼，石虎保育自治条例也引发各界的声援讨论。谢鹏志明苗栗报道。